我现在要去酒店，但是我又不知道酒店在哪里。 小姐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哎，有什么？请问酒店在哪里？我现在迷路了。啊，酒店在右站的前面，你向前走就会赶到酒店了。哦，啊，好的，谢谢你。 你是游客吗？是，这是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，我来这里度假。欢迎你来马来西亚度假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Azreen， 我是中国人，住在北京。你呢？我叫 Khadijah， 我是马来人，住在吉隆坡。 我可以带你去吉隆坡的六幺景点。哇，好啊，谢谢你。哇，哼，双峰打很高，也很漂亮。哎，你先拍照吗？让我拿着你的手机包。哦，好啊，谢谢你。 我的香包不见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去报警，别担心，我背你去。卡迪加，我去报警了，现在我们要去买食物。没关系，走吧。 来我的家吃饭，我请你吃饭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我想去早市一会儿，我们去早市买菜做饭。嗯，好的。你要在超市买什么？我要买鸡肉和鸡蛋。 卡迪加，你想做什么菜？我想做饭，柠檬鸡和番茄炒蛋。我一定很想好吃。你会做柠檬鸡和番茄炒蛋吗？哦，我当然会，很简单。我们先炸鸡。 然后加入柠檬丝。哦，好的。番茄炒蛋呢？我们先炒番茄，然后加入鸡蛋。好的，原来很简单。哎呀。 我什么乎在这里？
Yeah.